好啦，究竟今次日本之旅去搞乜嘢呢？我一个咁悭俭嘅人，梗系唔会咁奢侈去日本，特登同啲兄弟玩啊！我呢个穷鬼系咧做一个叫做秘密行动，呢个秘密行动叫日本求婚之旅，就揾晒班兄弟做卡拉 show， 就喺度扮去日本旅行，其实咧就同你董佩日求婚嘅，你仲懵然不知咧。咁究竟今次究竟成个旅程？那個片段是會怎樣呢？我們會拍給大家看，同阿十七這個攝影師就帶大家去，給大家知道林子善是多麼蝦碌，做了一些多麼昂居的事，但是又很有真誠，是很有鋪排地去做。希望董佩欣你會喜歡，人生只有一次而已。董佩欣，你今次還不死？你不要每一次，你不要一次發言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就去這個新宿六角仙，系啦，咩啊？六角仙，六角仙，吓，六角仙啊，即系食嗰啲虫啊，六角仙即系嗰啲大甲虫，六角仙食完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去台场，咁咧就帮阿肥仔，帮阿肥仔求婚。呢个肥仔一早同佢老婆出咗去，冇啫，系啦，咁就系啦，补补咁啊，补窿啫，全程要靠呢个护花使者，护花使者，系啦，攞嚟睇下先，可以开个盒俾，开个台俾大家睇。我哋買飛先，護花使者，攞啦！好啦，我哋終於嚟到台場，出面咧就係東京嘅一個摩天輪啦，大家都知啊。咁咧點解咧我會喺度影咧？就係可以換衫。咁啊，廁所裏邊咧係提可以影換衫嘅，所以咧我睇下可唔可以入個廁格裏邊影。但我自己攞部機喺度自己影，咁啊轉頭咧會睇到個傻仔咧喺度扮嘢噶啦，大家就會睇到呢一幕。董佩欣，你今次仲死？呢个就系揾你啦。終於完成了啦！今次係啊，呢個創舉係啦。總之啊，仲要多謝班兄弟啦，特登嚟日本就係為咗，因為其實上年我有個心願嘅。如果咧，哇，好在大咗咁多嘅。上年有個心願咧，就話如果阿 Terry 翻我身邊嘅話咧，我會娶佢做老婆嘅。咁啊，因為上年我最唔開心嘅時間就係因為就係兄弟，所以咧，今次我係好想。如果我求婚的话呢，
係好希望我澤兄就可以見證呢、這個呢、件事嘅。你要影埋只腳。我特登轉得啱，我真係偷一扎傳單過嚟俾人扇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有冇幾大嘅險啊？喺日本應該衰都唔知點算啊！我仲以為你 get 到啊，咪知唔知？我今日喺lobby 嗰陣時孭住個背囊，你問我，誒點解你都孭背囊嘅？你話買嘢。我係專登一定要咁樣講，你知唔知？我就係幫住 Bell 幫佢孭住套衫啊。